准备好被这部掀起武术革命的电影震撼吧。龙威小子，这部1984年的经典电影，不仅仅是一部电影，更是一种文化现象。这部电影讲述了丹尼尔·拉鲁索的故事，一个努力适应在洛杉矶新生活的少年，并从工程先生那里找到了意想不到的人生导师。通过他的训练，丹尼尔学到的远不只是空手道，他学习了诸如纪律、平衡和尊重等人生价值观。帕特·莫里塔对工程先生的标志性演绎为他赢得了奥斯卡提名，使他成为银幕内外备受喜爱的导师形象。这部电影的主题如坚持和引导，几十年来一直感动着观众。龙威小子不仅仅是娱乐，他激励了无数人学习武术，导致空手道的人气激增，他的传奇仍在继续，通过续集、翻拍以及大热的剧集《眼镜蛇道馆》。龙威小子是关于我们每个人内心隐藏的力量以及人际关系价值的永恒证明。打蜡、抛光，我的朋友们，这是一个永远不会被遗忘的故事。